that pretty girl mantra. She's that sun, I make you wanna swing both ways.让 Jennie 不止一笑。南韩大势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日前发行新单曲 Mantra 华丽回归，许久未上达歌节目宣传的她在台上与 BLINK 的互动太可爱。어색해요 다시적응해볼테니까오늘와주셔서다들뒤에도와주셔서너무감사하고3월잘받아가고또만나요만트라의비전은계속된다实在是太宠粉，而粉丝们也在网络上抛出 Jennie 送的逆应援礼物，也让大家纷纷留言 Jennie 真的好甜，好羡慕去哪里的粉丝，为我的女儿真感到骄傲，实在是太幸福，把大采访组整理不到。